先看看啊，出来没有？出来没有？为什么还没出来？啊、OK， 来来来来开始 ，V V V V， 开始开始，嗯，有没有？我们是大 V， 大 V 啊，是大 V， 我们是，哎，等一下，为什么是刚才那个？中间 V V 啊 ，V V 啊，开始了应该吧？出来了吗？开始了吗 ？V V V， 稍稍等一下，我看一下，看看，好，出来出来出来，现在卡吗？现在我在，哦，出来了出来了，哦，出来了出来了，现在没弄卡，对，现在没弄卡。大家现在好点了吗？网络对，是不是好点了？是好点了。好，忘掉刚才的事情，我再来一遍，重新来一遍，全部重来一遍。好，再一次跟大家打一次招呼吧，好吧？一二三 ，V B， 大家好，我们是威神 V， 非常好。然后我们再做一次自我介绍，好不好？好。好，大家好，我是威神 V 的队长坤，乾坤。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董思成 Win Win。哇，军民哥，大师哥。好，大家好，我是威神 V 的 Henry。耶耶，这个耶的有点猝不及防，这个猝死了，真的是。大家好，我们是威神 V 的 Ten， 完美的号码。完美的号码，新哥，我们新哥，新哥，我新弟。OK， 那我再重新讲一次，我是唯一一个二十一世纪出生的老妖杨洋。OK， 那我是大家好，我是威神 V 的萧俊，主唱。哇，来一个唱，唱，刚才谁的 Siri 响了？谁把 Siri 给唤醒了？就你隐藏的手机。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一点是什么？我们现在是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忘了？对，我想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刚讲了还有一个，对不对？我问你了，还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对对。大家好，我是威神 V Lucas。然后呢，我们现在是2019年了，对不对？对。来，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觉得2019年听起来很未来科学的感觉，没有？为什么？就小时候看电影啊，就是感觉，就有种年有点科学，就感觉好像我们以前看的那种，就那种老电影嘛，不是里面讲2019年的时候啊，未来已经变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了，对对对。哎，那所以呢，就是那科学嘛，就是有我们呢。对啊，我们为什么就是科学？没有科技，大家科学怪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们的 MV 啊？我们的 MV 怎么样？对，怎么样？哎，等一下，等一下，不是 MV， 看 MV 之前，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们的那个宣传个人的预告呢？预告宣传，你们觉得怎么样？没有错，就梦科技的。来来来，看评论，看评论，我们看一下评论。看了看了看了，哇哇，帅气满分，帅，看了看了看了，帅帅卡，帅，好卡的卡，超帅，消防员，帅，哇，超级快，哇，超级快。OK， 对，好，确实很高大。对，大家其实也发现我们的，就刚才讲的科技感，对不对？对，我们的 MV 其实有很多那种科技感、对未来感，对，然后那种 AI 的那种画面，然后唰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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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唰，就所有人这样串在一起那种感觉，哇！是不是 AI？ 想为我们 AI， 想为我们鼓掌，就是电脑，对，人工智能。真的，为了就是准备这 MV 呢，我们真的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就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准备这 MV， 对不对？准备了很久，对，真的很久，真的很久，真的很久，也真的让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对不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然后呢，还刚刚讲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来到了回家了，对不对？对，我们回家了，回家了。就是这一次我们就是回家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节目要参加的，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但是。请多多期待啊，支持我们，我们会有一个很精彩很精彩的舞台会等着大家，大家一定要多多收看我们哦。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嗯，耶。然后呢，再次讲一讲我们昨天晚上还有今天发生的事情，再倒回到刚刚，对，倒回去。对，对，我们昨天晚上刚刚讲了嘛，我们大家是聚在一起聊天嘛，就是出道的前一天。大家真的聚在一起，好好的，心对心，手牵手，然后再聊了一次，对，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仪式，没有错。我们在很多就是重要的场合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方式，然后来缓解我们的内心那种
激动紧张的那种心情，对不对？昨天特别有感觉。没有错，昨天真的特别有感觉。光又暗，对，开着暗暗的灯。喂，等等，等一下，这么讲的有点恐怖了。昨晚是不是有东西掉了阳台？有声音。对，讲到这个，吓死我们。昨天晚上真的，我们不是。那个是不小心掉了，对，下雨了，对，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来机场来机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很热情很爱我们的粉丝们，我们要感谢一下，真的，今天大家都非常守秩序，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对，真的感谢你们，做得很好，但是对以后要记住要小心一点，知不知道？对，不要受伤。然后那我们。你们看了吗？我你看你们看了我们的 MV 了吗 ？Music video。哇！我们刚才等一下，我们 music video 前面不是有发那些梦想的东西吗？对，记得吗？对对对，个人那种，我们的每个那个东西，梦想发射的计划，对不对？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嘛，我们不是拿那个老式的相机吗？哦，对对对对。所以胶片相机，每个人只有三四次机会，四次机会，真的好紧张。那个时候只有一分钟，每次只有一分钟，然后拍完没有了。对，然后那真的都是关于我们每个人个人的梦想，然后对我们自己想说的话，然后把它给说出来了。就是我拿那个相机，我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导演。我们拍的时候呢，我们拍的时候就是我们尽量就是。我们弄了一个很好的气氛，就是很放松，就是好像我们在宿舍啊，对，就像我们在宿舍一样。对，所以你们每看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宿舍的样子，正常的样子，真实的样子。在宿舍这样躺着的，这样坐着的，什么都有。我跟你说，对对对，所以就是对，希望不知道大家喜欢吗？你们觉得哪一个梦想是最？好的，也没有最好啊，就是自由，对对啊，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我觉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梦想，就是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你们的梦想，你们的梦想，对，你的梦想。然后我们这次，对，看一下，我们看看大家评论好不好？会吃哦，可以啊，先录几下。好，好了，哦，教改来了，不卡了 ，OK。实在不好意思，对，卡。其实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住在一起真的每天晚上很好玩，我觉得。对，我觉得以后呢，如果粉丝你们想知道我们生活怎么样呢，你们就多多提出这个想看我们的生活，然后你们再可以看，就是我们会拍什么不知道，就看你们了。我想多多跟公司提一下，对对，每一台房间都放。我想给你们知道我们的生活真的非常有趣，对呀，你看到肯定很好笑，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不是 MV 嘛，对，我们是准时的7点钟出来的嘛，哦，但是呢，我们刚才在车上，在我们刚才我们刚好是这7个人嘛，我们总共坐了3台车，然后3台车呢，就是就2、2、3这样坐的嘛，对，本来呢。大家想一起看 MV， 想七点一起看，但是因为大家在车上原因，分开了，所以我们约定好了，7点出来了，谁也不许看 MV。对，然后回来这里，就是回来这里，1到9点，对，集合了才可以看，对。有没有人偷看？没有，那是绝对没有，没有吧？绝对没有。看歌，我听音乐，我听音乐，对，我没看。啊，那音乐很耳熟啊。对，音乐，哎，我的音乐，说实话。非常好听，有我们很多，就是有我们自己的风格，然后包括呢，就是梦想发射计划，梦想发射计划这首歌，我真的，我以我个人来说，我真的特别喜欢。对，但是我个人我喜欢噩梦这个噩梦，为什么噩梦？因为怎么讲呢，跟 regular 还有梦想发射计划不一样，康贝是比较，就是你听了你会想跳舞，你知道吗？啊，对对对。我要你 come back， 然后中间跟前面又不一样，就完全一直改感觉。对，然后呢，就舞蹈方面我们也练了特别久，没有错。然后呢，就是还是要隆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隆重跟大家介绍三位新成员，对对，三位，现在我们好，没错。
对他们这一次呢是他们可以说出道吧，对对对，所以呢、要不你们三个说一下你们的感受吧。对，他是我们的新三宝，就是、第一次老三宝，对，第一次就是在网络上就是你们的歌出来了，那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对啊，他的心情，我先说吧。好，你先这样说吧。很，因为很激动，因为是第一次嘛，然后会在网络上看到自己我们团队这么辛苦这么多天一起拍出来的成果，然后感觉就是有一股很就是真的，因为这是我们一起拍了很久的东西，我们一起辛苦一起团队合作做出来的东西，没错，然后我分子我感到很荣幸，然后这是我的感受，就是很荣幸，然后希望不是就不是希望，我一定会做更好，然后继续一起进步。好，好，非常好。那换我，加油。OK， 美洋。其实我跟他的想法差不多，但是我要讲一个别的，就是以前大家看，就是我看到大家说我是不，就是怎么讲，主唱。主唱，因为我的声音比较高嘛。但是其实我是 rap 担当。对。长得没有吓到了。其实长得非常可爱的 rap 担当。对，所以说大家以后多多期待。一定会带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对对，肯定会给你们很多惊喜。杨洋的 rap 真的不是盖的，真的非常厉害。对，真的非常厉害。对。来，肖俊。OK， 我呢，说实话，我们大家一起，真的是好事多磨。你要哭了吗？开心点。都没有事，开心点。对，这是真的，我们谁都不容易。谁都不容易啊！我不容易。我刚刚要跟你说呢，我们的肖俊呢是个特别感性的孩子，对，非常感性的人，所以呢不要被他这个样子吓到。他平时呢，说实话，其实是我们团队里面一个开心果，对，真的真的，对。但是感性起来呢，真的又非常感性。对 ，OK， 就是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对对，因为真的过了很久，我们经历太多了，一起很开心。哦，对啊，那你们四个讲一下你们的感想吧。啊，对对对，哎，等一下，哦，好像我们四个第一次，哎，我们四个这样聚在一起也挺久了。对，对，我们从怎么说呢？啊，对，我们这一年是我们四个第一期，第一次，对，第一次，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坤哥？我觉得肥肥肥肥，你觉得肥肥？我觉得非常好，肥，我们四个。就是真的从开始到现在，真的也一起真的经历了非常多的，就是好的坏的，就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也有我们有很多我们属于的故事，然后属于我们的故事，我们四个人的故事，我们七个人的故事呢，我相信以后会有个很多的机会呢可以分享给大家听。对对，童话故事。然后我觉得新一年新开始，对，我们这个组合我们要带给你们更多的惊喜，更多的舞台，更多的很好的听的音乐，所以希望你们真的多多支持我们，我们真的很感谢每一个粉丝为我们的支持啊、付出啊什么的，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会加油的。所以呢，有什么感想先说？就是还是2019年，然后以一个新的身份，然后可以来到国内，真的非常高兴，然后又跟着我们新的成员，然后。就是出道，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就是骄傲，可以说骄傲嘛，然后希望之后可以就是创造出更多好的回忆，然后2019年我们一定会加油的，然后会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耶，对，就是你看到我们，威神力，威神力歌，用你的中文，很难中文，展现你中文实力的时候到了。没事，慢慢来。Take it easy。从一天到今天，我们练习了很多，对吗？对，有很多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一起每天努力唱歌，每天跳舞，没有放弃。对对，所以今天我们的 MV 出来的话，我很开心，开心。对，我们希望我们都 maybe 一起很久很久一起在舞台。给他们的表演，很久给我们，可以，我觉得可以，长长久久，看对，最重要是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对不对？对。然后呢，
我们说实话，现在虽然 MV 放出来了，对不对？对，对不对？那后面呢？就是我觉得应该还会有个什么东西会出来，你知道吗？对对对，好像是首先是，好像是19号和20号，对不对？首先19号和20号会有我们的，就是 MV 的幕后花絮，对，还有我们的舞蹈的练习视频，对，哇。哇，首先呢是这个，但是呢后续还有，后续还有会给大家带来惊喜的东西。对，没错，这个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超大惊喜，我觉得对大家来说真的也是一个超大的惊喜。对，真的会让你们每天打开微博都看到我们。对对，每天都有新鲜的我们。对，就像拆礼物一样。哎呀，我好想剧透啊！不要！我淡定，然后呢？对对，今天啊，等一下，我好想说，等一下，哎，等一下，小宝宝，等一下，哎，现在都晚了，小宝宝，你们应该要睡，这么晚了，对啊，我要做坏人了，不好意思啊，大家，我们打个招呼，我们就说再见，然后你们要快点去睡觉，对，所以要睡觉，对，要睡觉，注意身体啊，还有什么呀？还有现在是好像是临近很多学生的期末考试的时间了啊，快放假了，完了，快去放假了，那个啊，是吗？但是还有学校。还有学校没放假，还有，对，有的学校已经放假，有的学校没放假，没错没错，就是有祝这些，还没放假、还没考试的同学们呢，就朋友们呢，我们的粉丝们呢，考试一切顺利，对对对对，不管怎么样，对，不容易，学习第一，不容易，对，4-6-7，学习第一，第二再来看我们，对对，没错没错，好，那我们来个打招呼吧，我想剧透啊。